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主的应许必要在我们当中继续的来成就。伯恒他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怀里，所以我们的心暂时能够得安慰。虽然我们不舍，但是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信心仰望当中，我们有力量能够来继续往前走。这世界归我家，我不一定做主，我既财宝在天，只可仰望我主。在看来这世界归我家，我主你知，我无量有想你，天堂若被我家，我必留你无依，天归我家。天上万神圣徒望我快来相见，我将前往欢聚，祝你舍我罪前。我虽软弱贫苦，靠主一无所挂，故我不一直，我无量有想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留你无依。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引压，故我不再看爱，这世界为我家。是的，这世界都归你我的家，已经回到我们天堂那里那个地方，而且天门为他大开，天使已经呼召引压，故他不再贪爱这个世界为他的家，因为毕竟这个世界也只是暂时的家。这个时候我们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不舍，我们忧伤的心主你都知道，但是主你既有美好的安排，你为伯恒预备了天堂的家，是比地上的家更为荣华，更为安详，更为平安，更为喜乐。主，我们就再一次愿把伯恒求天父你派遣天使天君迎接到主你那里去。主，也愿主你加添我们信心，从属灵的眼光，从属天的眼光看见那个是比地上更美好。主，我们今天早晨我们的心在主你面前，我们愿主你安慰的灵是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家属的当中，再次在我们不明白的当中，也愿透过主你的话，透过主你的应许，我们再得安慰。把今天整个的行程交在主你手里，愿主分别的赐福。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十六篇。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的神雕刻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们不但有地上的产业，也更有天上的产业，而且有主的同在，实在美好。而且主必派遣他的使者保护他的灵魂，必不撇在阴间，而是直接在他的天家。愿主帮助我们，在今天早晨虽然他是睡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不是死，他乃是暂时睡了的人。所以你看他好像是睡了一样，他是一直睡到天堂，一直睡到我们再相见的日子。这个时候我们用鲜花跟我们对他的爱，请妈妈先好来，好，一一的，好，我们从长辈先来，好，我们先从长辈，好，致敬长辈。唱这首诗歌，安稳在耶稣手中。家属的心，因为因着主你给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心再次得着喜悦，因为我们将来能够在与伯恒相会在主你的天上。谢谢主，你带领他也保守伯恒一路平安回到主你天上的家，在那个地方，他在那里不再有黑暗，不再有病痛，不再有痛苦，也不再有死亡，他乃是快快乐乐的在那个地方要迎接所有的家属，我们再见面的那一天。愿主保守我们今天出入平安，以及参加的亲朋好友，以及这些的贵宾，他们出入平安。愿主这样的一个日子是一个赐福的日子，并且是一个平安、喜乐、
得安慰的日子。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充满在我们众人的当中。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一个最有盼望的礼拜，是一个把伤心拿走、安慰来到的礼拜，是一个让我们感觉到失望离开我们有希望的礼拜。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Amen。接下来我们要读一段圣经，我们请汪志传执事来为我们读一段圣经。诗篇九十篇第一到第十节，奉主的名。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苏贞道牧师来为我们证道永恒的人生。牧师，各位亲朋好友以及来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机会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相聚，但是影响我们最大的应该是相聚在遭上的家庭。这也是圣经里面所勉励我们的，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今天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来决定往生者死后的命运，乃是我们一起缅怀他，我们很乐意一同回想和他一同度过的时光，以及他给我们的爱、力量和勇气。我们同时也将关爱他的家人，并且与他家人分享他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最美好的事迹。我们也和他们一同流泪，以及分担悲伤。若以世俗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弟兄也许他还年轻，并不视为一个伟人，但是他以谦卑和简约的态度度过自己的生活，他不曾接受许多人的夸耀或者注目，并且没有一所学校或是一座桥梁是为他而命名的，也没有人为他设立纪念碑或者是雕像。他崇高的名誉和精神层面的事物有关的他都没有，他只是单单的一名忠诚并且充满热忱上帝之子。从他的那张相片看到他那个欢乐而且年轻，没有任何的单纯，而且那种生活当中的那种喜悦，他是一位带给人欢乐、带给人温暖、带给人温和，不论是在家里，不论是在同事之间，他是一个忘记自己的人，常常不顾自己的身体，以至于他今天提前被上帝带到身旁去好好照顾他。他是一位很上进而且多有体谅别人的一个人，他自己是一个有担当的好男孩，而且他是一位有责任感的
大丈夫。从他妈妈的回忆，他这个小孩，你就可以看出他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不让他的父母来担忧，并且他自己什么事情他也在长大的过程里面独自来担当。虽然他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发生了这样的一点点插曲，但是并不代表这样的一个短暂是成为我们的痛苦。在这段医院的期间，看见妈妈不断的轻声在她旁边，而且热诚的在上帝面前的恳求，一直在求上帝，你再给她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也在旁边听得心酸酸的。而且在这段时间，厂里的每一位处长、长官、主任，包括同事，每天都去探望，这也是我在这么多军中单位的接触里面非常少有的，几乎没有。以家人在看待，是那么用心、用爱、用至诚来彼此扶持。特别当人遇到难处的时候，是最孤单，而且是最无助的。生命的短暂让我们了解，我们活在世界上是多么虚无缥缈。人无论多么富有，多么年轻或年老，或是多么有名望，终必走上这一条死亡必经之路。吹一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然后在最后把一口气收走了，带领我们的灵魂回到他的天家，一直到永永远远享受在天堂为他预备永生的福分。所以当我们在转捩点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不舍，为什么他不多留一点，多留一刻能够与我们相处？但是神的旨意是特别有恩典的，虽然他还年轻，但是我们相信棺木不是装老人，而是装死人。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无论是年少年轻，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不平安的意外事件，无论是南亚的这个海啸，你看有多少突然间在平安的日子当中，我们就遭遇了这个不测。但是一个有永生的人，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处境，他都是一个常常预备好自己要回到他永远家乡的人。伯恒是一位，你看在他整个生活的当中，他也会带着一个十字架，就是代表说他是属于上帝的，上帝必恩待他，在他这年轻的日子里面留下许多给我们值得回忆的事情。所以若有人为上帝而活，那么他死去的那一天远比出生的那一天更加荣耀。他的死亡并不是结束一切，而是开启另一个旅程，回归上帝，生命得以延续，在永生里不再有任何痛苦或者是折磨。启示录在圣经当中7:16-17特别提到天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他们不再饥饿，不再口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约翰也特别提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上帝的圣徒们不畏惧死亡，对他们而言，死亡不代表无法继续存在于人世，而是开始另一个美好的人生。死亡是无可避免的，许多人对死亡感到害怕和恐惧，因为死亡会夺去我们所辛勤耕耘所遗留下来的各样的财物以及身份地位，但是它却夺不走我们的亲情跟我们永远的回忆。而且它在上帝眼中那个永恒的世界，这是一个我们未来都将要步向那个地方。
所以死亡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其宝贵。主耶稣速度到了忧伤的家庭，他也速度掉泪，但是因着耶稣的道法，整个家庭又充满了喜乐以及安慰，因为在神的家中不再有死亡，他暂时是睡了的人。他从短暂的世界到永恒的世界，从黑暗到光明，从充满痛苦悲伤以及有眼泪的地方，可以到达可以擦去每个人眼泪的地方，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他的死可以进入更高层次以及与神永恒伙伴的关系，他的永生盼望已经梦想成真。死亡对我们一般人来说也是习了世上辛勤的劳苦，他也脱离了一些每天的困苦生活、诱惑、罪恶以及撒旦在他身旁的影响，他暂时得到休息。在死亡当中，他也明白他过去抵挡诱惑或撒旦的攻击，主张诚实以及分享给别人的都将能够继续的存留。在古代有一位大将军亚历山大帝，他患病的前面的时候吩咐家人，最后在他棺木挖两个洞，他把双手往外伸，表明一件事情，出生的时候两手空空，死后还是两手空空的走，在世间所积攒的所存留的永远带不走。生命有如文章，主要在内容，不在乎长短，生命是一样的，不在乎长短，只在乎有没有内容。特别我们在台湾这个土地，家庭因着失落了他的温暖，以致有许多的青少年偏差来孩童在四处游走，社会治安的恶化也是因为家庭缺乏温暖的温情，以及我们彼此相处的时间越来越淡薄，以至于我们流离失所，我们就会被所有的诱惑所引诱，去从事一些真的是使家人伤心，或者是使家人好像想不起你到底在他们心中留下什么样的脚踪。但是伯恒不一样，他给家庭每一位长辈们跟家庭的每一位至亲留下一个非常窝心的感觉。他从小就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孩，他就会细察每一个人的需要，他能够关心别人忘记自己，他能够牺牲自己成全别人，我想这个都是上帝之子的一个象征。神恩待世人的心永远没有改变，只要愿意信耶稣，我们就能够得永生。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他们习了世上的劳苦，圣城的荣耀有神的光照耀，没有黑暗，黄金街、碧玉城，天堂是丰富的地方，没有任何缺乏需要的都有，不用烧库钱、纸钱、银钱或信用卡，有天使保护，不是神要擦去他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神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所以愿主，但我们人生这个短暂的时刻，我们虽然今天用沉重的心情，我们来送别伯恒，但是我们应该缅怀他所留下的美好的回忆，更能够在他上帝之子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荣耀当中，我们也能够分享，并且我们也可以来看看神为他预备的是何等得荣耀的时刻。也愿主透过他的安慰，我们将来能够与他在天上再相会，使我们忧伤痛苦的心得着安慰。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也透过我们所留下的，以及我们在整个一些回顾当中，我们所想到的，我们越分享，越把它放在我们记忆里面。他肉体虽然暂时离开我们，但是他必永远活在你我的心中。愿主帮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今天不舍的心你都知道，我们承受不住，以及真的是不愿意如此的分离，主你也知道。但是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与伯恒虽然在短暂的三十几年的光阴里面，但是他却留下给我们美好的回忆。主，愿这一份美好的回忆永远存留在我们的心里。主，我们也真的要感谢主，在他在整个病痛的过程当中，有那么多人的关怀以及看顾。主，我们感谢主，他安息在主你的面前，没有丝毫的痛苦，因为主你已经医治他，而且把他存留在主你天上的家，而且我们未来能够与他再相见，因为主你的应许必不落空。主，你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永生里面能够来相会。愿主帮助我们走过我们困苦难过的日子，因着主你的安慰，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也让我们今天在整个要一起来送别他的时候，我们相信这只是暂时的离别，因为我们还有再见面的一天。愿主在我们的当中保守每一位来参与的每一位亲朋好友，以及长辈以及同事们。愿主你的祝福在过年前大大的赐福，而且让主你的喜乐平安以及永生的恩典，主你临到每一位在座的。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会诗班来为我们献诗，我们要献的两首诗歌《除你以外野地的花》，愿上帝透过诗歌来安慰我们大家哀伤的心。我们现在请复活堂诗班为我们献诗。
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在基督教的告别仪式上，我们没有上香或者是祭文，我们用静默来表达对伯恒弟兄的追思，同时我们也为家属来祷告。所以我们现在请起立。现在已经安稳在耶稣的怀里，而上帝也会擦干家人的眼泪，因为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再相见。请坐。我们现在请伯恒弟兄的家人来表达他们的谢意。天父，我非常感谢每一个来参加的，因为他是小辈，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尤其厂里面的一些人员、工作人员，还有一所大学的一些主任，还有他们的教官，真的是全程的帮忙。那么在座的一些长辈们，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向你们道谢，我只有在这地方代表伯恒，代表我们的家人，代表他的爸爸。谢谢各位的参与，真的非常感谢一路上让他平安喜乐的然后离开我们这边。我不晓得我还能够再说些什么，但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谢谢每一位来参与的，因为他总是孩子嘛，所以我总觉得真的麻烦各位了。我更感谢牧师一路上带领了他，然后呢让他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虽然他在我的生命中，他已经是远离了，不过呢，我相信他是在每一个人心目中都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那我也很感谢上帝给我这么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宝贝。我不晓得我还能再说什么，除了此之外，我只有谢谢所有的参与的这些追思的这些。亲朋好友，真的再次谢谢大家，尤其唱诗班的姊妹们，谢谢你们，真的是谢谢。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参加，为家属带来莫大的安慰，也相信上帝会纪念大家对伯恒的爱，祝福大家。我们现在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诗《耶稣给你平安》。真正的平安临到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现在请王新成牧师为我们祝福。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原谅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原谅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所以在这个时候，是否给来参加这一些的亲友、长官、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否给每一个人
也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到教会，能信靠主耶稣得永生的平安和荣耀归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最后这个阶段是我们与伯恒暂时告别的时刻，我们可以用鲜花来代表对伯恒最后的祝福，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会从这边开始，一排一排的一直到后面。
主在这个地方，谢谢各位今天特别拨空，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的协助跟帮忙以及安慰，家属再次向各位一鞠躬，献上感谢，答谢各位。父子圣灵圣的名，我们要听圣经一段论死亡的话。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圣经里面论复活和永生的话，主耶稣基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有一天在那边，到那日乐无比，同众生的聚会在美地，到那日乐无比，同众生的聚会在美地，到美地同唱诗同赞颂，唐交通无惧怕，无忧愁，无悲伤，到那日乐无比，同众生的聚会在美地，到那日乐无比，同众生的聚会在美地。我到万代，我终身要赞美那恩惠，到那日乐无比，同众生的聚会在美地。这是我们将来在你那里，我们必同相聚，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那一座城，是到永永远远不改变的，而且主你要从天上降临，带领我们进到主你的天城。慈悲的天父，永生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免去我们永远的死亡，曾差遣主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受苦受死，到了你所定的也要归于尘土，因此求你使我们时常得着警醒，一心追求那永不朽坏的基业，并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在天家的路上安稳前进，直到将来与你所拣选的子民一同复活，共享永生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响的时候因号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是的，我们都是从尘土而来，也要哪里去，随时都可以到哪里去，而且我们的肉体只是暂时给我们的一个的一个阶段的一个使用，好让我们能够将来我们复活，就算埋着的人也必要身体也要复活，
与灵魂结合，然后转变成为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这一件事出来的时候，号筒吹响，我们要被提到天上，与主永永远远在一起。愿神的话语再次安慰我们的心，我们都要被改变，而且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永远的国度。所以伯痕暂时我们安葬在这个地方，等候主的降临，等候主的再来。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虽然我们舍不得，但是我们能够在神的应许里面重新得力，而且得安慰。这个时候要把棺木先放到没有，主要是你站在这边看就会看。还要再等一下，那个花等一下。这个时候，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伯痕，你是从尘土而出，人要归于尘土，将来又必从尘土复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曾照他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时候，家属可以用沙土，或者是用花来代表对伯痕的最后的一个祝福。我们能够再次相会。妈妈也抓一把尘土来，我很安息吧，而且将来必要再从尘土复活，因为这是主的意思。用主祷文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你来保守伯痕他们整个家族，也愿主你安慰他们的心怀意念。他回归尘土，也必要按着主你的应许，将来从尘土复活，让我们与我们再次相会在主你的面前。愿主恩待这个家族，也再次赐下主你的平安，也再次赐下主你的恩典跟祝福，也让每一位家庭的成员能够再次持守主你的救恩，持守主你的带领，也能够跟随主你的脚踪，能够敬虔爱主，在主你的教会等候主耶稣再次的降临。愿主你的平安赐福于每一位今天所参与的每一位，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暂时离别我们，我们把它放在我们心中，直到永永远远。